Let's start. 死亡派对，这是什么鬼游戏啊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他们把我们抓来玩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什么？看到了您的笔录，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。我现在协助警方重新调查这件案子，查明真相。人到底是不是妈妈杀的？小姐，咁你贵姓啊？安俊。Very Wong。一齐俾首期，一齐同时成为业主。在下北镇抚司沈烈。
请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听你的主治医生提过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脸色看上去确实好多了。头也不痛了，挺好的。而且心脏也好了很多，基本上可以正常生活了。你心脏现在的状况，如果剧烈活动或者受到刺激，都是会有很大的危险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记得以前的事情吗？啊，这个他还不能完全记得，只能记得一部分。徐东哲教授是你的爷爷是吧？也是院长您的朋友。啊，你有孩子吗？我还没有结婚，我没有孩子。你想出院吗？你的评估结果很好，你可以出院了。不过，出院需要家属同意，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？难道没同意吗？还没来签字。鉴于你的病情已经好了很多，徐教授会来接你到疗养院，比这儿可舒服很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就算我今天出院，我也见不到小爱？小爱？小爱是谁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儿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有孩子吗？她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，我还能忘了吗？就是你和爷爷合伙起来骗我，说我神经病，把我关在这儿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是骗子，冷静点。骗子，丽娜。骗子。哎，丽娜，丽娜，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掉在哪儿？房间。快去拿药。哦。救我！好，好，我马上叫护士，马上叫护士，护士，护士，快来人帮忙啊！护士，护士，哎，快快快！怎么怎么？快开门！得了。撞门呢！好，来来来，撞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豆子阿姨啊，你叫江心，好可爱啊，跟我的女儿小爱差不多大。啊，你女儿叫小爱啊？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。那她现在在哪儿啊？在上海，跟她爷爷在一起呢。我等了5年，现在终于可以见到她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团聚了。联系过了，哎，我正往家里赶呢，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就回来。小爱身体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心脏不太好，我怕她也有问题。哎呀，李娜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精神不正常。我除了不太记得以前的事情，其他的都很正常。你真的以为有小爱这个人吗？那他是谁？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强行分开？这，你看他笑起来多像我，他就是我的女儿。你根本就没有女儿，你应该回医院去。不，不，奶奶。你别送我回去，奶奶，求求你让我跟小爱在一起吧，她都已经那么大了，她不能没有妈妈，你让我跟她在一起啊。我说了，
你根本就没有女儿。我今天就是死，我也要把小爱带走。就不该给丽娜看那张照片，谁会想到会有那样的结果呢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不如把事实告诉丽娜。不行，她现在这种状态，再等等吧。那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啊。还能怎么样？只听过父债子偿，我都这把老骨头了。很抱歉，两位老人家已经过世了。那我的女儿她还活着吗？每天都看你的照片，每天都看。爷爷说，妈妈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你回来了是吗，妈妈？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妈妈，等你病好了，最想跟妈妈做什么？我想跟您一起去旅行。去旅行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看见别的小朋友也跟妈妈一起去旅行。妈妈答应你啊，给你打盆水洗脸，乖乖的。他就是我的孩子，他叫小爱。他必须要跟妈妈在一起生活，你不能把我带走，我的孩子不能没有妈妈，你懂吗？你不用担心，现在你是自由的，徐教授已经过世了，没有人能够把你重新再送进医院，
除非你自己想回来。这是徐教授留下的遗物，其中有他房子的房产证和一些存款。短时间内，你和孩子的生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别跑啊！妈妈，是那里吗？嗯。我们到了。以前的家，妈妈，这里好大，好像城堡啊。我们以后就住这儿吧。那我们以后就住这儿了。我爸爸去世了，最近我总是梦见他。他肯定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。听说你能召唤笔仙，求你了。你是想让我请笔仙召唤你爸爸的灵魂？嗯。我早就不请笔仙了。为什么？你以前不是经常请的吗？我之前帮你们请笔仙的时候，你们都说我什么来着？说我是巫婆，所以现在不请了。别再来烦我了。真的可以自己睡啊？嗯，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睡，也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睡的。一直是什么时候啊？从福利院。你住过福利院？嗯，我不喜欢那儿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个时候爷爷太忙了，没有时间照顾你。妈妈不会的啊。嗯。睡吧。妈妈，午饭好。
血在里面。你孩子几岁啊？五岁了。那他在以前住的地方上过幼儿园吗？嗯，我就是想跟您商量，我孩子身体不是特别好，他有轻微的心脏病。哦，那他应该上特殊学校。特殊学校？就是身体有问题的孩子去的那一种，那边设施条件特别好，老师也都是专业人士，专门研究残疾人特殊教育的，你可以放心，就是收费比其他地方要贵一点。哎，其实这样对孩子也比较好啊，你看我们这乡下地方，设施又不好，孩子又多，老师都管不过来，你的孩子身体有毛病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我们谁担待得起啊？哦，对了，我们以前倒收过那种脑子不好的学生，可是对其他的孩子也有影响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，我没说你的孩子啊。你说谁脑子有问题？我的孩子不是残疾人，他跟正常的孩子一样。你作为一个院长，连起码的尊重不懂，你配教育孩子吗？你，哎，你跟人谈话的时候，请你不要用指甲油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妈妈，我明天就能去上幼儿园了吗？啊，妈妈，过几天啊。
什么？为什么呀，妈妈？因为有一个新的老师要从北京过来，长得可漂亮了。漂亮的老师？对呀，很漂亮的。高兴吗？真的吗？那我上哪个班啊？我们家小艾那么聪明，我看就上小蝴蝶班好了。蝴蝶班？开心吗？我上蝴蝶班了。好了，别。我的儿子，傻儿子，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呢？不是说了不要出来吓唬人吗？好漂亮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儿子脑子受过伤，没吓着你们吧？大学妹，不好意思，走走走，跟妈回家，走，走了，回家。跟你说不让你出来的，别看了，生什么孩子？别胡说。喂，家教服务中心吗？我想找一个教师。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，就是要能带孩子，然后可以教些幼儿园里学的东西就行了。最好是女老师。那你找到了告诉我。小爱，你不要这样淘气好不好？现在是吃饭时间。妈妈，怎么了？你在听妈妈？妈妈生气了啊？我没有啊。怎么了？你脚怎么了？我把脚扎上了。怎么不穿鞋呢？对不起，因为门是开着的，所以我就自己进来了。请问你是要找教小孩子的家教吗？你怎么自己来了？他们联系你的？你带过学生吗？我以前带过。那你有时间教课？因为不怎么去学校，所以我有时间。我不是要找一个小时工，我是要找一个长期的老师，不好意思啊。因为我是学美术的，所以平时我也是有时间的，而且我相信我能做好。我想找个成熟点的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请回吧。我想问一下，附近有五金店吗？我要买羊角锤。要出城才有，很远的。
哎，嗯，你认识我吗？我之前就看着你眼熟，你还好吧？那个屋子很凶的，那里面死过人，还是自杀的。你说什么？啊，这都是传言，传言。有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其实就是想借一下羊角锤。你就是前几天跟一个小女孩一块过来的吧？嗯。这很偏僻，是不是很不方便？还可以。你这儿的画很特别，你是画家吗？我老公是。我以前也很想当个画家。谢谢你，我用完就过来还你。我先走了。等等，算了，没事。今天你哄妈妈睡觉好不好？为什么呀？妈妈自己睡觉害怕。那好吧，今天我就哄你睡觉。给妈妈唱个歌吧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儿。
我要进来。你是想让我给你请笔仙吗？我不是，我不信那个。那为什么每天回家的时候还跟着我？这是我吗？这么丑，在哪儿学的？没学过，也没有专业老师教我，可能我就没那天赋吧。我很尊敬你们那个徐老师。我不是花钱学的，我免费。真的吗？这是你妈吗？我是孤儿，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因为意外就去世了，然后徐奎哲就像天使一样出现，给我钱，供我吃饭，还教我画画。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真是他妈的好人。你喜欢我吗？嗯。有多喜欢？很喜欢。愿意为我做一切事情吗？嗯。无论任何都可以。你好，您的快递。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试试。喂，小爱，小爱。妈妈，妈妈，这是说话的。对了，如果小爱晚上害怕的话，就呼叫妈妈，妈妈就会马上保护你，好吗？好，我要去房间试一下。呼叫小爱，呼叫小爱，小爱快出现！妈妈，妈妈，能听见吗？哪儿来的？院子里的。谁的脚踏车啊？是我的。你的？怎么可能呢？妈妈从来都没有给你买过脚踏车。真的是我的，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，你看。喂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隔壁美术工作室的。啊，当然，我还要还你羊角锤呢。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啊？我问你为。
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那幅画别扔，墙上那幅画别扔。小爱，画里的孩子名叫小爱。喂，喂，好点了吗？小爱，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没事。刚才你晕倒了。
妈妈，是这个姐姐把你带回来的。是你救了我，这个给你，谢谢。你看到一个男的了吗？他穿着一件雨衣，刚刚他追了我一路，你看见了吗？没看见。杀人了！我看见有人被杀了。是这儿吧？嗯。没有血迹，没有尸体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就在那儿，那个男的拿那么长的铁丝把那个女的勒死了，他死得好惨，我真的看见了。我当时就躲在那个后面，我就躲在这儿，我差点叫出声，然后我就赶紧躲到床底下。还有这个电视也是开着的。这儿怎么说也得有好几年没有人住过了。好几年？我们这个村子虽然小，可是我们派出所也是很忙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报假案我们可是要行政拘留的。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明明都看见了，又好像不见了。我还有课，我就先走了。圆圆姐姐，你能再陪我玩一会儿吗？下次吧。那你好好休息。等一下，你是叫圆圆对吧？嗯。还没来得及谢谢你。没关系的。我们家小艾，他平时很怕生的，很少跟人这么合得来。他只是慢热，可能是因为没有朋友吧。你之前不是说有时间来照看孩子吗？现在还可以吗？久等了。嗯。来这边吧。来。
你想跟我做爱吗？没关系，你说啊。怎么样？暖暖的。不是妈妈给我买的吗？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买过？
这屋子里有鬼。他们说这里死过人，是自杀。我知道，整个村子都知道这件事情，说这里晚上能听见钢琴的声音，还有小孩子数数的声音。对，其实这件事情早就传开了，他们说这里是鬼屋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要是带着小艾离开，我根本就没有地方去。那就要帮他消除怨恨。消除什么？亡魂的恨。怎么消除？得先把他招出来。我该怎么做？笔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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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我的前世，我是你的今生。你怎么会念这句？你请过笔仙？我没有。那一会儿当笔仙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问问题，问他为什么在这儿。嗯，笔仙，笔仙，你是我的前世，我是你的今生。这里有亡魂吗？你如果来了，请告诉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出现了一个小孩，还有一个女人，太可怕了！我
我必须要马上离开这儿，我不能再住下去了。这栋房子很难卖，五年前住在里面人被火烧死了。这回呢，你来藏，我来找，好吗？好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小爱哪儿去了？会不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呢？在不在？没有。小爱变成什么了呢？会不会变成了一只熊？哎，我不玩了，不好玩。怎么啦？是不是每次都很容易的被我找到，所以不想玩了？哎，我告诉你一个地方，让别人都找不到你，好不好？嗯。在这个房子里呢，有一个地方，你躲进去以后，就谁都找不到你了。在哪儿呀？阁楼上。小爱，这次别让姐姐找到你哦。小爱，哎，圆圆，圆圆，妈妈。怎么了，小爱？你在哪儿啊？妈妈在房间呢，你是不是睡不着啊？嗯，好无聊的。要不然，妈妈过去陪你睡啊？不要。嗯，那你想玩什么呀？捉迷藏吧。大半夜的，怎么玩捉迷藏啊？怎么了？小爱，
你那儿怎么了？你到底是谁？喝下去吗？你疯了吧！要不然你就陪我去医院把孩子打掉，你只要签个字就行。咱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要把孩子打掉。圆圆，我们冷静一下好吗？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
我会对你的孩子负责任的，好吗？是我爱你有什么错吗？我真的爱你。咱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虽然还年轻，但是我们总会有办法的。你傻吗？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。现在就跟我去医院。你这……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是谁的孩子？是你最尊敬的。徐奎哲老师的孩子，满意了吗？你他妈有理无话，我不满意。我他妈不满意！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非要让我亲口把姐肮脏的事情说出来？你就不能装作不知道吗？你就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不行吗？你个白痴！圆圆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他好像死了。圆圆，找你这么半天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跟我回去。哎，你谁呀？我是他家人，走。哎，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我怀孕了，求求你，让我走吧。放你走啊？谁给你这样的生活？谁教你画画啊？谁把你打扮这么漂亮啊？我告诉你，认命吧。这辈子就这样了。你要是想离开我，要不然自杀，啊？
我告诉你，在我不要你之前，你都是我的。就是我的生活，到底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别过来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圆圆，说过，别想离开我。想离开我只有一个办法，要不然就是你死。
妈。妈妈。妈妈，我害怕。妈妈，对，我是你妈妈，我的女儿小爱。我们玩捉迷藏吧。不要，我不玩。玩。必须得玩，我没有孩子，对，我没有孩子，你必须得藏起来，你必须得藏起来，永远的藏起来。不要，你放开我。之前就看着你眼熟，你怎么会念这句？我把它藏起来了，藏到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疯子！我的女儿呢？你把她藏哪儿了？你告诉我。找到了，你把我的女儿藏哪儿了？这个就是你的女儿，被烧伤之后的样子。这不是我的女儿！你还不明白吗，圆圆？你还不愿记起我的存在吗？你在说什么？这就是你的女儿，是你把她害成这样的，是你害死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难道非要让我把你也烧成这样，烧成灰烬，你才能记起来吗？真对不起。
你永远都不要原谅我的儿子，可这孩子是无辜的，我这一辈子会对你们俩负责的。孩子，你就宽恕我吧，这是你的领养手续，还有孩子的名字我已经给你改了，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吧，好吗？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圆圆，而是用徐丽娜的名字重新开始。快点藏好，要不然妈妈就找到你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我上来了。小爱，藏好了吗？妈妈过来找你喽。莉亚闻声，你是不是在阁楼上啊？妈妈上来了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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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娘，她已经被我杀死了。爷爷和奶奶让我不要告诉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文文。哦，我叫小爱。很好，小爱啊，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你是孤儿啊。什么你叫文文啊？要不然我还是把你送回到福利院去。我知道了，爷爷。小爱，我叫小爱，我叫小爱，以后我就是小爱。如果我不当是小爱的话，我还会被送回福利院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徐媛媛。你现在记起来了吧？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你的治疗记录。2013年9月17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丽娜，徐丽娜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是哪里不舒服？要接受治疗吗？我哪儿都没有不舒服，是你们跟爷爷串通好了，说我有神经病，把我关在这儿。你们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放我出去，我要去找我的女儿小爱。你的意思是？你没有任何问题吗？对，你才有病。2013年10月17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媛媛。你为什么那么恨你的孩子？他就不应该来这个世上，他是个孽种。禽兽，好疼，我好怕，妈妈，好疼，妈妈救我，妈妈，救我。现在你相信你的女儿不在了吧？没有，我的女儿她还活着。陪妈妈睡，给妈妈唱歌。